哪一个？是那个中间绑马尾那个吗？嗯。你说他什么名字？钟瑜伽。今年北工一定要打败钟瑜伽。哦。好正啊！上课了，上课了，上课钟响进教室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博翰。 博翰，我现在终于发现，羽毛球真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运动。宇谦说羽毛球不好看，只有啦啦队好看。嗯，我有吗？嗯、哎呦，都上学期的事了，你记那么清楚干嘛？差来我们学校干嘛？全市锦标赛一定训练啊！这次北工一定要打败钟瑜伽。哎，博翰那个。 我还有事，你今天自己回家 ，OK 哦。OK，好好好，3:30拜啊。4:15出校门，4:15搭302回家。哎，你找到你要找的人没？ 没有，哎，等一下，哇塞，你是间谍哦，偷拍我们练习干嘛？不是啦，我是，我去报告教练。等一下，那个我是校刊社的，对，想要做一个报道。你是钟瑜伽对吧？大园高中2届高中杯冠军，其实。 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采访你。采访我？世界上第一颗羽毛球是1873年，英国人波菲特公爵用羽毛插在香槟酒瓶上做成的。每颗羽毛球上插着石头，石头都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伯翰，我说我想学羽毛球，是要学怎么打。哦。来喽。好好。 这什么球啦？谁接得到啦？戴资颖就接得到啊。谁啊？戴资颖啊，他什么球都接得到。2019年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丹麦羽球公开赛，2020年全英羽球公开赛，戴资颖共拿了21座冠军。我很喜欢戴资颖，我跟戴资颖一样厉害。你最好是啊。 哇！嗨，哎，你来这边会很难找吗？还好啦。好，那个这边的草莓蛋糕跟 cheese 蛋糕都很好吃哦，今天你随便点，我请客。笑看色。 这么有钱啊！没有啦，现在是70周年特刊嘛，所以对70周年特刊。你还有问题要问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要先回去练习了。啊，今天不是假日吗？假日也要练习啊。 如果我被别人超越怎么办？哦，哎，那是不是跟戴资颖一样？他不是每一次比完赛都会马上继续练习吗？然后他已经是世界冠军嘞，但他还是一直保持这样，他超级帅。我就是因为他，所以才喜欢上羽球的。真的？嗯。哇。哎，啊，那个。 2019年法国公开赛跟福州羽球公开赛的时候，福州羽球公开赛，戴资颖因为受伤，所以都只打到4强。2020年全英羽球公开赛，戴资颖遇到世界排名第一的陈雨菲。
陈宇飞，他居然扛住了压力，连赢两场哎，那场比赛真的是超级经典的。哇塞，没想到你还蛮懂的嘛。对啊，当然嘛。我还以为你只是偷拍而已。没有啦，我就说那是在做调查，调查。那你知道那个 Mary 开心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吗？你在干嘛？加油海报。四强赛北工对大原，这次北工一定要打败钟瑜伽。可是，我觉得钟瑜伽看起来也不像坏人啊。雨仙画这边。我还有事，你先回家。哦。4:10出校门，4:15搭3:06。下一组，快点，撑住，加油！加油！继续。哎，博翰，你确定这样好吗？这太不吉利了吧！来，雨仙，我们来练习，打败钟瑜伽。打败钟瑜伽，雨仙问你，打败钟瑜伽，大声一点，打败钟瑜伽，北工加油，北工加油。北工输了，魏佳莹啊，北工输了，博翰，佳莹啊，没差啦，我们还有四强啊，也不错啊，对吧？四强就是输，不会讨厌输，不会讨厌钟瑜伽。不会讨厌钟瑜伽。博翰，陈博翰，冷静哦，冷静。我走了。雨谦帮博翰发。哦，下次啦，正在忙。雨谦帮博翰。哦哟，跟你说下次了嘛，先不要吵好不好？博翰讨厌钟瑜伽。陈博翰，你到底要怎样啦？你干嘛去缠着我？这很烦，你知不知道？2 3 4 3 2 3 4 4 2 3 4，旁边。你说你会打羽球，是假的吧？
你说你知道我是谁，也是假的吧？校刊采访也是假的吧？我对不起啊。你说那张海报不是你画的，那他干嘛讨厌我啊？博汉他做事就是比较夸张一点，可是他没有恶意啦。你可以阻止他啊。他就很固执啊，做事一定有自己的原则，跟他约个时间他就一定要那个时间到，你差一分钟都不行。然后洗手他一定要洗三遍，然后一生气就直接讲，他也不会看场合。可是他人还是很好的，他很有耐性，也懂很多，反正熟了你就知道了，他其实很好相处。可是你们不是吵架吗？好不想原谅你哦，除非博汉，对不起啦，下个礼拜我帮你当值日生，不好，请你喝珍珠奶茶，也不好。我，你先帮博汉撕。所以你原谅我了。你原谅我了，对不起啊，原谅我了。以前没洗手，好脏哦。所以你原谅我了嘛？啊，这个，好，我帮你撕，我帮你撕。哎，博汉，你不要走那么快啦。4:10出校门，4:15搭302回家。嗨，博汉。博汉，介绍一个新朋友给你认识。钟瑜伽是敌人，是敌人。哎呦，赛都比完了，敌人也可以和解了吧？对啊，而且我还准备了一份礼物要给你哦，是戴资颖比赛的门票哦。哎，戴资颖哎，这可以看到戴资颖本人呢。不是朋友，我不给的哦。如果我跟你是敌人的话，我就收回咯。赛比完就可以和解。哎，博翰，你也要跟人家说谢谢吧。谢谢。哎，他就这样啊，其实心里很开心的。我很可爱，我也很可爱啊，我也很可爱吧？哎，哎，捡球啊，做什么？那不是你要接的球吗？你们两个很烂哎。哇！